桃园龙德宫进行八天七夜进香活动，今日来到鹿港天后宫，或者鹿港镇是闹热滚滚，天后宫马总动员进行接待。龙德宫美丽进香队伍是予鹿港镇的街仔道路真热闹，即间位置桃园的庙宇进行八天七夜行路活动，昨今日是上届高调，就是到天后宫来进行挂会进香，队伍是排了热热长，各种的镜头予大家印象深刻。龙德宫表示感谢天后宫热情的接待。颗菩提心照亮千万心，我们感谢鹿港天后宫由我们张竹伟所带领的团队啊，来对我们龙德宫特别的礼遇啊，让我们一步一脚印啊，走到我们鹿港天后宫来挂会进香啊，感谢所有宫庙啊的主事者带领所有的团队莅临啊来接驾，让我们让我们感到无限的光彩，感恩大家，谢谢大家。今年龙德宫到天后宫进行挂会进香，拢是鹿港镇的圣事。天后宫是总动员来接待，对上万位信徒做伙来到天后宫参拜，伊拢是表达非常欢迎的态度。包括诸位张卫东等人，拢到鹿港镇入口来迎接。非常欢迎我们桃园龙德宫今天莅临鹿港天后宫来挂会进香今天全台湾也有大概90间宫庙的管委会跟董事会来到这里来接驾我们龙德宫的司妈祖非常欢迎大家的莅临，感谢大家。桃园龙德宫逐年八天七夜进行活动，因为人数特别多，身为位北台湾到中台湾的宗教圣书，怎上届重要活动就是到鹿港天后宫进行挂会进香，或者鹿港镇的街仔是安尼真热闹，就参像伫咧过年共款。中视新闻蔡江平鹿港报道。